女神魏晨曦原定将会在今个月26号同从事金融的圈外未婚夫 Vincent 在香港注册结婚举行婚礼，不过近月因为武汉肺炎全球肆虐，之前 Alpha 就已经透露过内地的亲友会因为疫情而取消来香港，亦都会考虑婚礼会不会如期举行。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 Alpha 这日终于在社交平台宣布，为了嘉宾的健康和安全着想，同埋想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地出席分享他们的喜悦，所以决定将婚宴延期。 Alpha 还说好感谢各界朋友的关心和祝福。虽然婚礼不可以如期举行，但是 Alpha 就同大家分享了一年前同 Vincent 在玻利维亚旅行的时候影的婚纱相，还说当日拍摄的时候又冻又大风，不过现在就觉得一切都好值得啊。